我理解。
当代佛门奇宿，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享寿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听闻正法，共取正觉，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生以及印赠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裨益大众。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共襄盛举，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广利众生。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划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2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台中五方讲堂，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联络电话04-2238-9987，04-2238-9987。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恭诵药师经、持108遍药师咒、点灯、供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严法师主法。日期2月28号星期五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地址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联络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台湾佛教界一代宗师净心长老于2月15日在光德寺安享世集，享其寿92岁。净心长老毕生致力于僧伽教育、弘扬佛法、慈善救济等公益事业。在今日，有许多信众前往光德寺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以缅怀无私为社会贡献的净心长老。净心长老居佛教界崇高地位，与世界佛教华僧会副会长本净长老同为前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白胜长老门下，两人情谊深厚。本净长老也表示缅怀之意。不管是海内外的，都很多长老法师，还有很多这个信众啊，我们佛教信徒啊，都是回来啊，就是表示一点敬意啊，就是啊，跟着大家一起在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这当中呢，他的这些慈悲啦，他的这些智慧啦，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在他身边呢，学习了非常多啊啊。所以在这当中，当然我们都是啊，非常的感念他。净心长老生前交代一切，低调从简，为圆满众多信众想感念长老之心意。光德寺将于3月15日早上8点举行赞颂大典。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一次产生肺炎的原因。当然，站在我们世间专业人士说，这一次武汉肺炎是由因为野生动物的感染传播而起，当然这个是也是个事实，因为很多野生保护动物，特别他们提到蝙蝠被杀，蝙蝠本身身上就有很多传染细菌，本来甚至蝙蝠它把这细菌放在它身上，藏在深山洞里面，就不会在外面感染，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
贪欲、贪婪、吃，把它给杀了，所以这些细菌就这样扩散了。当然，在佛教里面讲，这些病都是由杀业所生起来，所以佛陀在经典说，这些传染病、瘟疫，就是因为人类的杀生。那这段时间，各位一定要不要杀生，多吃素，甚至呢护持放生。进一步，我们也代表所有的被感染者来忏悔。当然，各位传染病你就知道，这传染病不是光我们武汉，而是整个大陆，甚至是整个地球世界都会因为这样被感染。这个世界不是单独存在，谁可以保守起来的？所以了解了这个也是个好。当我们起一个善念、善的行为，也会影响。所以这段时间，希望大家不要杀生，对过去的杀业，乃至人类的杀业、动物的被杀，大家升起一个惭愧心。那第二个呢？当然，过去人类都有各种的战争，所以我们要对过去战争的杀业给予忏悔。那第三个呢？更重要的是，各位在家里最基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所以各位最近也要多一点孝顺父母，因为在经典说，如果我们对父母的长辈的不孝顺，也会引起了很多身体的多病，甚至脆弱而感染。所以总括来讲，按照佛陀的讲法，就是因为杀生，然后呢身口意不清净，所以佛经里面叫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守八关斋戒，也就是说身口意保持在好的行为、好的语言、好的心态。进一步这段时间不要吃肉，不要吃葱蒜这些五辛，然后呢保持一个惭愧心，跟各位如果任何宗教都可以保持一个对宗教的信心、对人类的善心，那这样呢来回向整个肺炎，希望肺炎能够消除，生病了赶快恢复，往生者赶快超度。所以希望这段时间大家诵心经、诵药师经、念佛、吃素、念大悲咒，都可以一起来回向武汉的肺炎乃至扩散停止，世界赶快和平。阿弥陀佛。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视台。